结合了全军破敌系列的壮阔战争场面，以及中古战锤细腻奇幻设定的全军破敌战锤也推出第二代咯。二代新增了高级精灵、黑暗精灵、斯卡文属人以及蜥蜴人等四个种族，又各自分成两个不同领导人率领的派系，每个种族都有各自的英雄单位以及种族特性，像是高等精灵就善于外交及贸易，而蜥蜴人的地脉灵网则能够提升戒律的效果，并能控制各种野兽。黑暗精灵只要杀死一定数量的敌军，就能够获得凯恩的神恩，并且拥有类似城市的海军单位黑色方舟。至于斯卡文属人，则是躲藏在地底废墟之中，只有在殖民或寻宝时才能够发现他们的踪迹。每个种族不管是战役模式或是战斗过程，都有截然不同的玩法和策略，还可以透过研发科技、学习英雄技能，或是获得随从和战旗来提升实力。而大漩涡则是这次的战役主题，玩家必须要收集仪式货币以及达成特定条件来完成仪式，取得最终的胜利。过程中要小心对手的干扰，当然也可以反过来影响对手哦。全军破敌战锤二拥有庞大的地图以及丰富的内容，而且还内建中文语系，让玩家可以轻松享受有着精彩故事及细腻设定的战锤世界哦。